我能否出行？在 fire danger period 可以出行，但需留意天气状况以及出行所到之处的 fire danger ratings。有必要保存 Vic Emergency 热线电话号码，下载 Vic Emergency 应用程式，并收听当地电台广播警报。如状况发生变化，需做好准备，改变行程。如需进一步了解出行建议，请浏览 cfa.vic.gov.au/languages。